这个要问导演了。对，实在是有龙八的人去过，他们也了解，真的是我们演员比较好一点，六点多七点钟起来，工作人员两点半起来，两点半300多人到那边已经5点多，800多人700多人的化妆，马穿好盔甲，200匹马，已经是早上11点了，吃一顿饭1-2个小时，3点回来，好彩那个地方是9点钟有太阳，还有太阳才能拍下去，不然的话那个如果12点有太阳，导演会一直在拍，没有收工了，所有人回到酒店大概就12点，2点多又要起床了，如此的1个多月，将近2个月，早上是0度，晚上是0度，中午是50几度，非常非常辛苦。那边只有2个导演去过，一个叫李仁港，第二个还是叫李仁港。